要往哪里走，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，终究还是姨终于来了。你变了好多啊，不过还是一样帅。你在室内一定要戴着墨镜吗？过得还好吗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人有的时候运气不会一直特别好啊，我就运气不大好。不过其实也挺好的，虽然现在我每天都在医院里，可是我经常会想起我们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发生的事情啊，就跟昨天一样。阿龙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原谅当时的自己。那根本就跟你没关系。不是你的错。也许就是谁也怪不了的时候，就只能怪自己了。如果那件事情是注定发生的话，你被退学后，听说你去了上海，我就在这里好努力的打工赚钱存钱，就想着一定要去上海一趟。我后来去了，我总以为我们会在某一个街头不期而遇。我当时心里就想着，如果我们还有缘分的话，一定能遇得到。待了好多天，却怎么样都找不到你。其实我那样找根本就找不到你。我根本没有勇气找到你。
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先生，我们有一个孩子。我的人生看起来幸福完美。但是终点突然提前来了，我才发现我心里的那个洞好深好深啊。我一定要跟你道别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找到你。我让嘉诚把你抓来见我了。你赢了，我来我听嘉诚说，你到现在还喜欢吃红香肠。李嘉诚现在为什么变成一个大嘴巴了？是啊，他现在变得开朗了好多。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你现在吃红香肠是什么样子了。下次也带上我吧，去那家深夜才会开的店。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欢迎光临。菜单只有这些，不过你要想吃别的，我要会做，也可以做给你吃。老板，平时他们两个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好了。好，请稍等。这就是你们的秘密基地啊？应该算是吧。你们的秘密基地里怎么可以少了我？怎么会少了你？阿龙这家伙天天都来这儿，就是为了吃红香肠。对。我不说了。来，为了我们15年来第一次的相聚，谢谢你们。不要搞这么沉重嘛！来来，阿龙，杜飞，干杯！好香啊！嘉腾，嗯，阿
阿吴真的每次来指点红墙长吗？当然了，他只要从进这个门，他就只会说：“老板，来个红墙长。”我吃红墙长怎么了？好啊，木美特别高兴你吃红墙长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别老绷着你那张臭脸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今儿我就揍你一顿。真把我喝倒了。哎，正有此意。木梅，我把他灌倒，你别心疼。这么快啊？第二杯。别自己喝呀，来来，一起干杯。我们三人组。黄金铁三角。黄金铁三角。这个晚上，仿佛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他们一样年轻，一样青春，一样年少轻狂。这个晚上，他们原谅了自己，也原谅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原谅的对方。老板，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可以给我一杯白酒吗？
给你做个红香肠吧。谢谢。他之前来的时候跟我说，他答应过你，让你看到他们的笑脸。他还让我告诉你，让你也要记得常常笑。哎，阿导，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那位直条文先生了。嗯，大概一年了吧。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进食堂什么样呢。哼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。哎，他还挺让人难忘的。我记得他跟你一样，整天穿着一件条纹上衣，每次都慌慌张张地跑进食堂借厕所。哎呀。现在食堂很久没有人来借厕所了吧？还真有点怀念呢。阿贤，嗯，你还记得他来食堂都点什么吗？好像是东北粽。对，东北粽。嗯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有点想吃了呢。我也有点想吃了。那这样，晚上去食堂点一份呗。好啊，来，走一个。
今天食堂挺冷清啊。对，最近人比较少。人少也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可以借用一下厕所吗？哦，当然，在里面。谢谢。看来挺急啊。请慢走。不好意思啊，既然来了，我就吃点东西吧。哦，好。菜单只有这些，如果你还想吃些特别的，我要会做也可以煮给你吃。请问有粽子吗？粽子？嗯。什么样的粽子？就是那种最普通，只有包红枣，在东北常吃到的那种。你赶时间吗？不赶时间。那好，我包给你吃。谢谢。稍等。喝酒吗？啊，我骑车，不能喝酒。哦。不好意思啊。嗨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又没做错什么事情。对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听你的口音不是东北人的，你怎么喜欢吃东北口味的粽子？我在东北工作过几年，那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东北粽。我就是东北人的。你都在东北哪儿工作呀？我在东北待过很多地方，像大连、沈阳、哈尔滨，哎，我都待过。我就是哈尔滨人。你好，来，幸会幸会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一起吃。那我就不好意思了，不客气了。哎，我不客气了啊。啊，不瞒你说呀，好多年没吃了。我还真挺怀念我这老家的粽子呀。喝点。你是在这附近工作呀？也不是，是因为工作关系，恰好在这附近。我呢是生在东北，但是我在这海边啊，我生活了有大半辈子了。我有比1001夜更多好几倍的故事，想听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出海的时候，哎呦，那有意思的事太多了。有一天晚上我们出海，刚到那水中间啊，十几条小船嗖嗖嗖就停在那儿。我们当时以为遇着海盗了呢，结果呢，扑腾扑腾，那天晚上下饺子，跳下好几乎都是阿岛在说话。穿着直条纹衬衫的年轻人倒是很安静，也没有自我介绍过，于是我们就称呼他直条纹先生。后来直条纹先生就经常来店里借用厕所，然后不好意思，点一份粽子，可以借个厕所吗？也因为这样，店里隔三差五的就会闻到粽叶的香气。粽子是一种单纯、简单、没有什么烹饪技巧的食物，有的只是食材本质的美好。
哎，过来坐会儿啊。哎，我看你骑那个车挺特别的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给地图网站做即时图像拍摄的。哎，听着挺有意思啊。也没有，就是骑着那辆车在大街小巷到处闲逛，拍一些街景图像，然后给网站做地图用。这大街小巷的跑拍拍照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你这穿着直条纹是你工作服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什么人会记住我的名字。我在公司待了好多年，突然有一天有个同事叫我说，你今天又穿直条纹啊。我听了觉得很开心，所以之后我都穿直条纹，或许这样比较容易被人记住吧。你这个小子这么容易被人忘记吗？我就记住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借用一下厕所吗？里面现在有人，你稍等一下。啊，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直条纹这个人还挺有意思。是。老板，我酒呢？稍等。谢谢。哎，老板，我发现在你这儿总能遇到一些很独特的人。说你自己的吧。我可不是独特，我是与众不同。哎，不过直条纹这个人呢，确实挺有意思，动不动就跟人家赔礼道歉。你信不信？嗯，一会儿他出来一定还是那句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爽朗的大笑，敢梦想，敢追寻，这是穿着横条纹的阿岛哥给我的丰富印象。其实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，不单只是拍拍照，写写日记，而是以更鲜明的形象存在别人的记忆里，生活里。哎，这个重庆小面可真够劲啊，麻辣过瘾，要不你来点？不要。阿岛哥，嗯，好像没什么动静啊。嗯，其实钓鱼这件事儿呢，最重要的不是钓，那是要看缘分的，就跟我们交朋友那是一样的。说老实话，我这个人呢是个粗人，航海打鱼那才是我擅长干的事儿，除此之外我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
我没事，我就愿意吹吹牛。吹来吹去，吹到最后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说的是什么。我说的话呢，也从来没人把它当成一回事儿。也就是你，一点都不嫌我啰嗦。坦白讲啊，我很多年没有看见像你这样的愿意听我说这么多的朋友了。其实阿岛哥，你很风趣，说的话也很有意思。我其实是很矛盾的人，有时我很讨厌自己的胆怯，有时候会觉得幸福离我好远，有时又会被虚幻的美丽所吸引，就像这海面下随时都有可能上钩的鱼一样，他们一定也很好奇海面上发生的一切，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个陷阱，但这个陷阱却很迷人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好，我在这里。哎哎，有鱼，有鱼，有鱼！啊！我靠！我的鱼竿也在动了！我靠！你这是什么法术？我这怎么一说有鱼它就来了？阿岛哥，我拉不起来啊！使劲呐！谢谢。哟，直条文先生，哎，你比我来的早啊！哎呀，今天可惜了，没看到你进厕所。老板，这几条鱼帮我烤一下啊。谢了啊！哎，你这人换什么饮料呢？白兰地。他今天可是酒量大开，潜力无限啊！你今天没骑车呀？能喝点？嗯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想喝点。嗨，你不早说呢？你早说我早来了呀！哎，老板，我也来他那个啊。来，我说，你今天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开心啊？阿岛哥，我很开心，可以交到你这个朋友。老板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你已经喝了三杯了，店里有规定，每位客人每次只能喝三杯。老板，可是我……对不起，
少喝点，对身体好。哎，几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咱们这个店呢，老板有个规矩，啤酒限三瓶，烈酒限三杯。可是我这兄弟啊，没尽兴，他要不醉不归啊。我看你们也就喝了一杯是吧？你们还剩下八杯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八杯这个指标也让给我，好吗？不，你们单我来买啊，怎么样？喂，这么好的事儿，犹豫什么呀？哎，阿信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啊，谢谢，老板，八杯这桌他们让了啊。啊，谢谢。来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喝起来，喝。还好吧？老板，今天这里总共是多少钱？我来买单吧。一共是1470块。1500块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阿刀，哎，老板，不要叫醒他。先走了，请慢走。想想，那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天晚上，直条文先生进门时没有借厕所，而那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。提醒您，请勿遗忘物品。有没有很贴心？嗯，蛮贴心的。这哪来的 idea？这设计我已经改了很多次了，这一次是我最满意的。提醒一下你这种啊，喝了酒就丢三落四的人，贴在这里最醒目了。是你吧？这个贴的什么呀？老板，这不就是之前跟您一直请求的那个温馨提示贴？你们这儿客人多，又大部分都像我们这种出外打拼的白领一族。哎，对，这能够贴在您这儿，时刻都看得见呢。啊，老板，他都那么真诚了，让他贴一下嘛。拜托。老板，行，你贴吧。谢老板，啤酒两瓶啊。太太酱炸鸡。谢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灯塔那边怎么走？哦，您出门往左拐，沿着堤岸走到头，再右拐就到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请慢走。哎，老板，你说这个直条文先生，他究竟消失去哪儿了呢？他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呢？真是的，我连他联系方式我都没留。可能我们觉得跟认识的人再见面是件普通的事情，所以就……搞不好啊，他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好一阵子不能过来了。我在这喝酒啊，我时常想，
说不定有可能哪天他又拉开这个门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好意思，借厕所。哎，你说我瞎琢磨什么呢？来，我以前啊也有一个朋友，我以为我一辈子每天都会跟他见面，不过就是会有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。着急，谢谢老板，欢迎光临。嗯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借用一下厕所吗？老板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以前是不是也有一位客人每次进门的时候都会要借用厕所？直条文先生，我们都这么叫他。你一定是横条文阿岛对吗？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可好久没见他了。Yeah.